有谋逆，魏国有他的心血，他就是不想被曹爽逼死，不想让这个国家让曹爽毁掉。在你眼中，司马懿是个大忠臣，可这种滥杀无辜的忠臣，擅权专横的忠臣，欺主欺天下的忠臣，我没见过。说，辉儿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你的挂饰会在辉儿的手里？辉儿是看到你们家谋反的证据，才被你们杀人灭口的，是不是？我好好的妹妹嫁到你们司马家，她不明不白就死了。有的人就像利剑，可以藏之、待之，但即使是折断，也要璀璨生光，铿锵声明。确保自己的安全，怎么实现理想？我们一起让大魏一统天下，给万民以康乐，这不也是你的理想吗？司马家早就背弃理想了。我司马家要的是无坚不摧。这世界很酷。